说的休学，可是就不是代表我不学习，是说我可以换个方式学习。王中平高一女儿紧抱想休学，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唱着王菲雪幕的小女生，就是艺人王中平和于浩然的女儿韩菲。年仅16岁的她，13日和老爸王中平出席家福基金会举办的台湾青少年选举准备暨公共参与调查记者会，却被老爸爆料想休学。幼稚园就会问我说为什么要上学。对不起，我要给你大量。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比如说他喜欢画画啦，或者练钢琴，或者我甚至练吉他，或者溜冰，他是很投入的那种小孩子。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真的想要，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是我只是为了一个大目标，所以我才想说，如果今天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我也不知道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样是不是才叫做真正的漫无目的？所以我才会去跟他提到说休学这件事情。我说的休学，可是就不是代表我不学习，是说我可以换个方式。娱乐动新闻，今天的课业你喜欢？报道。